我知道，在吴征的问题上，你一直恨我。可是你从来也没想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就是不愿意你妈妈的悲剧在你身上重演。吴征这人个性太强了，太像我了。我不愿意，你也像你妈妈那样一辈子担惊受怕。可那是我的初恋呢。 至少，他还有过美好的开始。这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真正的站在我的角度上替我考虑过？我需要什么？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从小到大，你已经习惯了设计安排我的生活。 你说你是爱我的，其实你是怕我给你添麻烦。你希望我就像你的实验室里那些按照标准程序培养出来的生物标本一样，永远开开心心，永远面带笑容。说你不愿意看到我伤心难过，其实你就是不愿意，你不愿意正视你的女儿，跟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一样。 有痛苦，有情感，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爸爸。你是不是太自私了？这些年你不快活、不开心，难道我就没看到吗？我心里就好受吗？楠楠，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爱你，我关心你胜过生命中的一切。 我想帮你，我希望你过得快乐，过得幸福，这是我当爸爸的骄傲。可是你呢？把自己的心关上，回避我，把我当成最大的敌人。奶奶，你为什么只记住我曾经带给你的伤害，而不能理解我对你的这番苦心呢？ 如果真的关心我，就远离我的生活。我和可明的问题，让我们自己来处理，请你不要再插手。 许总，你找什么呢你？我找份文件。
你来干嘛？我在照顾英超，我来帮他收拾东西，怎么，不行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奇怪，刚才曲总也在这找东西，我以为你是帮他找呢。曲总什么时候来过？啊，就刚才，他好像来了好多次了。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你怕我。我不是怕你，我是怕伤害你。为什么？有什么不好跟我说的呢？你知道吗？我们的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因为什么都不说。是你什么都不说。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你理想中的丈夫，但是我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努力，只是你没有在意过。我不懂你的意思。你懂，你当然懂。你说我们要沟通，敞开心灵，不要回避。你做得到吗？我的心全部摊在这儿，我是透明的。我跟你结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可以说这句话吗？那你的意思，我们的婚姻出问题，责任全都在我？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吧，我能承受。楠楠，咱们结婚几年了？七年。结婚以前，你是那么单纯透明。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被你感染。可是结婚以后，我不记得你什么时候真正的开心过。最近我一个人住在实验室里，我闭上眼睛想你，总是你那双特别忧伤的眼神。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并不开心，不快乐。我真的有些灰心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让你笑，让你幸福，让你快乐。我一直以为你只知道工作。当初爸爸要我跟你结婚，我同意了。你以为我是个简单的人，不懂得爱，看不到你的痛苦，不知道你一直把我当成无证的替代品。你是这么看我们的婚姻？不是吗？那你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可怜我吗？还是因为你是我爸爸的学生，师命难违？因为我爱你。吴正是你的初恋，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我是没法替代的，但我也不是你想象那么小心眼儿。你跟他的感情我从开始就是知道的，我要是在意的话，我就不会爱你，也不会跟你结婚。
之所以有解不开的疙瘩，主要是因为你的态度，因为你一直没有真正从你那次失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你没有忘掉那次痛苦。你说我每天看着你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想怎么做，我只能觉得自己无能，是个废物。我知道你很在意我接吴征那个案子，其实我也很在意。我原来以为要让我再重新去面对吴征，我可能会崩溃。我必须承认，最初的那一瞬间我是很痛苦，就像是伤口重新被撕开了。但是后来过去了。可明，我要你知道，它彻底过去了。你不在家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会守在电话旁，我在等着他响，我在等你给我打电话，我也想打给你，但都是拨了号码又放下了。每次我们的班车经过你们公司，我都会提前下车，我会看着你实验室的窗口，我在想你过得好不好啊，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想，我想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可明，我有好多次都想去找你，但是到你们公司门口，我不敢进去，我怕一切都完了。你已经心灰意冷，我怕你不会再爱我。楠楠，让我们重新开始。似乎很喜欢到这里来。我喜欢站在这儿，这儿很危险，但是他能看到长海的全貌，能看到大海，它会使你的思维变得没有阻碍，你甚至可以看到大海的另一面。你来这儿干嘛？我和自己打了一个赌，我在赌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个人也在这里。这个赌我打赢了。以前我猜曲总是在找英超实验的磁盘。你去过英超的宿舍，今天下午你又去英超的实验室，现在我才明白，
你要找的。还有这个，我一直容忍你对我的无礼，因为你是个女孩。但是我以后不希望你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猜曲总虽然不爱听我说话，但对我说话的内容还是很感兴趣。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认识这张卡，是英超的储蓄卡。他曾经借给我，刚才我看过了，里面多了20万。曲总不觉得奇怪吗？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几天里竟然多了这么大一笔数目。我猜，这笔钱与英超的死有关。我没听懂。曲总听懂了。那个给英超钱的人，就是预置英超于死地的人。明天我会去银行，一切就会水落石出了。我实在不知道你说这番话什么意思啊。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动机，但你确实想害英超。那天在医院里，我看见你死死掐住英超的输液管。你疯了。什么宝贝还动不得了？在这个磁盘上记录着我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除了我谁也不能动。这么严重啊？是不是连爸爸都不能动？不能。早上好。这么开心，有喜事儿啊？没有啊。哎，张总啊，我上次托你的事儿没忘吧？储蓄卡挂失啊！啊，帮我查一下，账号你还记得吗？好，那10分钟以后我等你电话啊。
敢肯定，曲东就是杀害英超的凶手。哎，你又来了。我看你需要看看心理医生。我有证据。什么证据？我发现英超一个储蓄卡，里面有20万。这个不奇怪啊，英超有能力挣20万。这张卡他曾经借给我，我查过余额，他怎么可能在十来天里就多了20万呢？别故弄玄虚了，我不想猜谜。那个给英超打钱的人，一定就是杀害英超的重要嫌疑人。那张储蓄卡就是证据。你想想，这些日子谁最关心英超？谁一直在找英超的东西？而且我发现曲东在医院里企图谋害英超。程老师，你还在怀疑我的猜测吗？从感情上来说，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你这种所谓的猜测。但是如果你有真情实据的话，你为什么不到公安局去报案呢？我还没有拿到确实的证据。不过银行方面答应我明天给我回复，只要拿到证据，我立刻去报案。你既然没有证据，你干嘛那么确信无疑呢？小袁，我的话你总是听不进去。现在我再劝你一次，这件事你别再追究下去了。多照顾英超，多照顾你妹妹，管好你自己，别的事不要再管了。程老师，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呢？好了好了，你没事赶紧先走吧，我今天事情很多很忙。程老师，我认为英超出事一定跟配方有关系，周氏儿童营养液的问题你必须面对。我已经写了举报材料，寄给了周总一份，这份是给你的。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这么瞎掺和？怎么跟我没关系？如果英超清醒着，肯定比谁都关心配方的研究。我做这些是为了他。我现在想知道，你究竟进行到哪一步了？我实在不想听到这些了，懂吗？赶紧走吧。回老家，回宛城去，这些跟你没关系，远离这一切，懂吗？你听懂了没有？程老师，程老师，请不要大声喧哗。周总，哎，王秘书，你看看，你看看，如果苏小媛说的这些属实的话，那将成为长海市的头条新闻，很快就会尽人皆知了。王秘书，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想，对于您来说，您的态度和办法取决于您对这件事儿信还是不信。我想知道你的态度。周总，我不是专业人员，我不好谈这方面问题。是是，哎，我让你为难了。我是专业人员，可是你站在我这个角度来想想，周氏儿童营养液是我一手培育起来的，现在有人说它有重大的缺陷，我怎么能够相信呢？你来公司比较晚，你不知道当初开发产品的时候有多艰难呢，那真是层层检验，道道关卡，好不容易才走向市场的。现在说它有重大缺陷，哼！我看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把握，更多是一种假想。所以我无法相信。不信就有不信的办法。我现在理解您为什么那样对待程总。你说我过分了吗？站在公司角度，您没有错，但在亲情上，您还是应该跟程总好好交流一下，把您的心里话告诉他。好，今天晚上我找他谈，敞开来谈。
我在这边有点事儿。哎，那好吧，完事后我过来。好的。现在已经离开易恒了，我没有实验室了。为什么？说来话长啊，不说了。不过这样也好，我觉得我有充足的时间了，我可以帮你一起来普查各地的儿科病例。你呀，跟从前一样，什么事儿都闷在心里。刘东的资料还在吗？再看看。每次一看这些资料，就想到那孩子。觉得自己真跟个杀人犯似的。他的血液浓度测过没有？测过了，都说是用药过量。我跟国外的一些著名的实验室有联系，我觉得可不可以把血药浓度再送出去，再试一次？这么简单的实验还送到国外去，算了。我劝你还是试一试吧，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呢。我跟周南谈开了，我曾经觉得周南一生中最爱的只是你，我对能不能跟他一起走到底真是没有信心，因为我怀疑他是不是还有能力爱。不过现在我知道他是爱我的，我真的很感动。生活从今天开始对我来说不一样了。你好像还有什么别的心事吗？你离开易恒，是不是跟老师有关系啊？没事儿嘛，哎，哎，我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你不要那样去想了，好不好了？我，好了，好，好，那你别说了，那就这样吧，先到你家。好，那见面再说好吗？现在不说了，好的，就这样。怎么要走？你好不容易见次面，你看又有这么多事儿。没事，以后好好聊。那我先走了。
宋小岩的举报材料你看过没有？他也给了我一份。还给了谁啊？目前我知道他只给了我和你，接下去我不知道他还会怎么做。他说过他要发给市领导和媒体，她是个很固执的女孩。她是你的学生，何明啊，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要跟你再争论什么是和非的。我想了想，也许以前我是太主观了，对你所进行的事也没有认真的研究过。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也许你也有你的道理，你能不能把你目前试验的结论给我看一看？爸，我一直等你说这句话。关天了，你快下决心吧！别急，别急，再想想，再想想。爸，没什么好想的，事情已经很清楚。可明，我求你了，不要声张，给我点时间，我来修正，来改造，来得及的。爸，来不及了，已经有两个孩子死了，不知道后边还会发生什么事情。爸，周氏儿童营养液应该马上停产，因销售的产品必须马上召回。不，这绝不可能。爸，可明，你不要夸大其词啊，问题没那么严重，就是有问题乃是万分之一。你想想，我们一横有几百个员工，要养活上千个人，你忍心看着他们一个个失业吗？看着我们一横倒闭破产？我们的竞争对手才希望我们这样，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冷酷？好了，可明，再大困难我们都扛过去，这一次也一定行。我们一起搞实验，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的。啊，你再听我一次，你听我一次。删除了。我担心，即使你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你也不会按照我说的做。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相信吗？就根据这些数字，我也会研究出来的。那只是一部分。
周总，你刚解聘了程总，公司上下谁都知道你们之间有矛盾，您报警，能解释清楚吗？这不但影响到您和公司的名誉，以后您和女儿怎么相处呢？要不叫齐总来吧。 抓不住最简单的幸福。
心痛一天一天更清楚，坚强演出以为成熟，却逃不出思念的苦。是谁掩面而哭，眼睁睁地看爱被放逐，命运之中有谁是无辜，明明付出偏偏殊途，人海之中逃不出思念。